用，确定。说话，喂。有声音，有声音。你 login 吧。OK。Login，快！Hello 啊，兄弟们好，通天带们好。哎呀，这话筒。阿王听得到吗？阿黄，喂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，啊，能听见。听得见啊，听得见啊。嗯。OK。所以男刀用的哪个号？死哥用的哪个号？我是这个 SZQ 啊。啊。所以你是男刀还是死哥？我是男刀。这个杯好不好看呢？感觉这杯子好像长得很一般，这旗子还可以。那旗子还可以，杯一般般。哒哒哒哒哒。本来想打 T 一的，再想想算了 ，T 一打不过，太菜了。为什么？自己太菜了。还好了。我的意思，炸金冰冻，这又是什么小黄油吗？不是啊，李帆啊，李帆，这
哎呦，BBG。Boom baby。高速。我去，这胜率可以啊！兄弟们，看他办什么？这下路不走正常。我东西没开麦啊。我坐在 ADC 旁边。我应该说的不是你，是吧？不是我吗？对，我说的不是你。是那个打野，打野没开麦。高冷，高手。哎，看办什么？他们上路玩肉的，上路。上路玩肉的拿黄无所谓。然后这个jungle拿了三把男枪。喂喂，听得到听得到，嗨嗨嗨 ，hello。啊，有声音了是吧？有声音，有声音了，有声音了。我他妈刚为什么想换了声音？我一直在想换啊！我操！刚刚才听到，刚有声音。妈，给我整不会了。密的，他们下路。下路不然正常。我把这乌鸦给他办了吧，要不？可以。但这乌鸦把把好像跟他没什么关系，说实话。都是那个野在 C 队啊。半个圣，怎么说？要不我们把，要不我们搬塞拉斯圣男枪吧，一般，你们怎么看？你们查一下。也就想加一下，我给我再看看来。对，你们查一下。G R A E S。有道理，你就不用再看这个。这个是主 S 的，要看我就发过去吧。对，肾给他办了吧。嗯，对啊，把肾办了吧。男枪办不办无所谓，肾给他办。好的。男枪这把没厉害。塞拉斯办的好不好？可以啊，看出路啊。对面好像玩齐安娜。我玩个鱼吧。齐亚娜。鳄鱼。把男枪给他摁了吧，这男枪站起来挺好，给他摁了。嗯。那我一般就圣男枪塞拉斯好吧。嗯，可以。好的。然后二半再看吧，好吧。冰鸟有一个。这版本其实我玩千珏也可以，千珏这版本加强了还挺猛。是的。就身体上的聊聊。我的卡莎要被办了，我卡莎这两天战绩太好了，卡莎拿不到的感觉。拿不到拿小炮呗。对啊，这两天我卡莎战绩有点好，我说，感觉拿不到了。卡莎小炮都被办了，你拿什么？还有可以拿的，拿乌鲁斯呗，穿甲呗。来一首《暗行之爪》。他妈的，《暗行之爪》垃圾玩意儿吧。那就扮一下塞拉斯吧。赌完塞拉斯的是吗？他赌完塞拉斯的吗？不，不可能给他出现。塞拉斯不容日女。啊，算了吧，反正胜也可以扮一下。但是我感觉可以办一下他们下路，下路玩的那个都还挺那个的，可以不办塞拉斯吧，那就办掉圣吧。圣吧，还是说办塞拉斯圣，办个乌鸦，然后不办男枪，男枪放了，就办辅助啊。辅助嘛，嗯，也行，不龙闰女。
对啊，布隆日女，然后考虑塞拉斯跟圣办一个，或者我们上单完圣吗？阿浩，你会完圣吗？我玩的不好。行。能玩，但玩的不好。先办两个辅助吧，其他的看看再说。可以，再看他怎么的。那你有的打吗？问题是日女和布隆都办的。瑞尔呗，你想瑞尔呗。我们二打，对面一个，那应该不会，他有可能会办，也有可能。胜的话可以。你上路玩什么？你上路主玩什么？我上路主玩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你打啊，啥都玩一点。猴子玩的可以。对，猴子可以。那我玩的都不咋地。都不能日女先。把辅助办了吧，日女不能。然后再考虑吧，其实感觉他们家的圣也可以不办，后面去针对一下就好。那就办塞拉斯。那就塞拉斯。圣打盘太猛了。我们弃一把，我们也选个，我们也选个线上强一点的。我们选个铁男会吗？可以，铁男还可以吧，阿黄打的铁男可以吧？选个铁男又能打断又能拉他让他叠下来就可以了。我们也选个打线上的，他没用的。当单最后选。最后办个什么？塞拉斯是吧？还是什么？对，塞拉斯啊，就塞拉斯。铁男现在出先锋之眼吗？还是出啥呀？就出那个吸血的那个呀，就先锋之眼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个哪里叫先锋之眼？啊，峡谷哨子，差不多，这两个差不多，好吧，差不多。那我们出下路喽。先出瑞尔吧。瑞尔，我先想想我拿什么，我再帮你选。我先帮你放在这儿。瑞尔是不是被他打断？他射手锤石。还好吧，其实锤石，我不相信他锤石玩的这么好。行，拿吧。我想想我拿什么。你要先玩什么？什么东西？poke 刘伯鲁斯。我想看一手。我想看一手。我想想。那选个鳄鱼都可以啊。还要拿金克斯啊。你看你自己呗，也不用，也可以不着急，选个鳄鱼。那你拿个鳄鱼吧，要不你帮拿鳄鱼吧，他玩鳄鱼，那拿鳄鱼吧，黄他。好。老鼠到了。老鼠。很辣。进不行，太弱了。进怎么打？现在。他们会玩那些人都不好打，厄斐琉斯可以。不败，出量不败吗？看一下。他不选胜，我们四败。好在啊，对面还玩什么大同一样这种。四班蓝枪跟胜就好了。我记得你之前玩一个什么 AP 啊，叫什么来着？岩雀还是什么 AP 啊？好像除了死个以外，我会玩岩雀、啊。我忘了。第一次都会玩岩雀啊。帮我拿维鲁斯好不好？可以，他们下路出了，你们出吧。维鲁斯吧。维鲁斯，你们打消耗了还是打消耗了吧？啊，打消耗的。啊，可以， okay、都可以，我出我拿两种都可以，你先锁吧，先锁。你选个你自己想能觉得好打的。你先锁，没事，你先锁。对，我等下看他们阵容，我选，我挑。那怎么说，半圣阳圣还是？蓝枪圣吧，蓝枪圣，蓝枪圣。直接给他摁死。先半圣。蓝枪圣啊。他们的 BP 做得不好，选了三手最弱的。三手没有很强的英雄。男枪。
蓝枪办的应该会有艾克吧？这个人，看是不是合成打野啊？知道，有可能是他打野。蓝枪吧，蓝枪吧。艾克他们双 AP 的。银雀寡妇选一个吧。那不要管，不要管。或者其实乌迪尔，哈哈。嗯，太拉扯，对吧？这边打野好像挺 C 的。哎，我怎么记得好像没有什么 AP 啊？兰博，兰博不是还、哦、那还被兰博去了啊？被蓝岩去了，被岩水，岩水对。这边后面打野挺多的。对面玩的打野挺多的英雄，我看了一下。那办他个鸡吧。啊，对面在这可以啊！我操。来，千珏、雷克萨、末日、沙子、艾克。射就好。还有小月。不着急，这个不着急。雷克萨，雷克萨。雷克萨。雷克赛选的还可以，雷克赛感觉给他们加强度了。是来个前排吧，感觉前排会好一点。石头岩，铁男，我操！我操！你跟他对打就行，你选个你好对的。奥文，你要石头人还是要圣？圣被占。哦不，说错了，你要石头人还是要那个谁？铁男。还是要你要 AP 吗？你没有，你选个你自己觉得好打的。拉夫，对你选个单线的，单线的。你要什么？拉夫怎么样？奥拉夫什么？都行，嗯，也行，也算 counter 挖掘机吧。他说你也行，就这样来换吧。我有奥文的，我想我射箭还是什么？除了雷克赛没人出道，我也觉得我他妈平 A 吧，我你耗也耗不不带进化，就一个充值钩，没必要带进化。用你宝。然后兄弟们一会儿一把下班。对面是蓝枪，本来玩蓝枪了，跟那个雷克赛换位置了。啊！英雄被办了就换位置了。我操！疯狂摇摆，全能型选手啊！确实。小号。我们出来剩下位置吧，我没必要入侵一下，我们有拉夫可以入侵一下，来可以吧，怎么走就是我觉得这边吧，江南方的啊，我没买装备，我操了，我先打吧，啊出来赶射子去了，打完一集团回家买装备吧。可以了。OK， 溜了溜了。
怎么那么喜欢互动啊？实在互动啊，对面吗？我操，你们哪个号？你们哪个号输了三十把 flag 是吧？是。不知道。等，圣诞帮我看一下上面啊，帮我看一眼。嗯。直接送三十把，所以让他掉，他还送五分，我送三十把。踩了这一把。把老子咬公开的，嗯，眼镜，要去吗？他应该打完了。小心，你小心点啊！你怎么感觉在我这边？他能看得到你的，他那个眼还没消失的。挖掘机又往下走了，感觉。没有吧？他在上路应该。随时会闪那个闪上。换这么没打成，那他在哪？他没闪。这个不闪，我都知道他在上面。这么明显，还要去盯？疯了，真的是。他们俩应该是俩，你加了两个闪现。是的。有 W 吗？我 W 用了，但你们那里有眼。没事，第二次没事吧？没 W， 可以打个闪。我要 Q 了。这奥恩不用玩。眼睛这里，我到了，到时候我补了就好，不用往前走。伤害没中。优越没。没了。I'm on borrowed time。这里还有眼。那我来了，你跑得掉吗，铁子？好。他有踢，我忘了推关键啊，推关键得推了。嗯，推吧。扛下，别躲着，扛下，别让进，他有踢的，帮我把推了。锤子没了。卡龙推了吧。金哥不在。那你小心啊，他那小心，我毙了。
我这关云带我上路，关云带我上路。他这盘里什么东西没有？但是慢慢玩吧。最后一下。哎，先来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The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不要去看，不要去看，看我看够不够。哦，还是被他 W 出来了。现在避，应该不在。OK， 我过去。等一下，你避，你现在避，现在避。一起推了去拿龙吧，你没有了。拿龙吗？也行，来。那你先把这个线拿拿，先来。本来我还想去顶，算了。卡死了吧？怕他们不要加龙，就先这个。来，等一下。你先推着，现在来不及。这主要是你推的，他龙可能。你要抓一波这个吗？还是不打了？不抓，你一推，等会儿他消灭了，能下这么可能下？圣丹保持点血线，你去吃个果盘吧。我这波想进他野区。好，我看你状态好一点。圣丹不要了，我们进满再进。算了吧，只要找他的位置就好，让他不要那么缺。先打野压力，他难受的一逼。有眼的。miss 了。他应该只是去我的防守野。他不是往中路靠着。闪了。OK。他没进来呢。要把他杀了。啊！这给他撞了。要把塔皮吃了吧。他三个兵，你想吃的话，可以把他吃了。他哦，塔皮挂被塔皮挂。你们家的小心，别上，别上下路了。直接给我往下路走。救我，救。OK。塔下别。我一用了，我一用。然后我。哎，这个。你下路不要被开哦。挖掘机，没事，随时没了，随时没了。你们只要守好那个蛤蟆就行了，别给他刷掉。刷了无所谓，我先拿上半区之后，我打算不再越聊了。没有，他们下午他那个挖掘机来了。你们下路小心，不要被越了就好。OK， 挖掘机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下路都没了。nice，
这个是大江了，下路没了，这个是大江了。OK OK， 这个是没了。OK OK。哎呦，我操！我这个被打了，好痛！哎，雷赛，好干，雷赛感觉。下路不见了，下路不见了，回来回来。喂，闪了，我这边走了，我在上面闪。我又得出那组，没事，单单就出那个黑切破败这种打在线装，你不用来。硬刚他单杀，然后行，好的，那我还是出三项了。龙可以要吧？我有踢，他我回他们没有踢的。OK， 那我能踢。在这儿，这儿你先开，先别着急上，别着急上，我们先拿龙，龙直接拿。没闪，没闪了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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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来，他们先踢了，哎，换算给你们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哎。哇，对啊。没大呀，三个都死了。我百分之百，我跟你跳过来，我都没救，没躲那个 Q， 你跳就你中 Q 他就死了。去中吧，来了。My purpose is clear。就是。哦、真没把杜晨打掉你、啊、等我稍微等我一下过来的话，我都不会输的。来来来，这里。我操，兄弟！这个是，这个是。下路就一个，下路就一个。我走了。他们这有个眼睛。那团这边，这个先。我们报个团就好。来，直接拿吧。那现在拿。没事了，估计应该是在下路不会来的。小龙，对吧？
好像得等小萌这一波。嗯，下路再往里面带，雷神在旁边，拿到，带了吧，他们拦都不拦了。My work is not done。到山，你可以看中，你帮他防卫，都可以跟他们都可以。你们这个小龙嘛，谈这个小龙。先直接先把推一个塔吧，先推一个塔吧。他们下路两个人，我们中路去支线清的，直接放推，推到中路。中下路没人的，我们直接爆破，我把爆破打出来就可以把这个塔了。二密没了。赶紧溜，赶紧溜，师傅。会炸到我了，这个小赶紧出来，秒了，他们一个不是 没伤我，他们又招刀招右那个，嗯，我这别等一等，等人吧，先打吧，先打吧。好了，后面三三，我操！我感觉交闪的应该是他呀，算稳稳一点，稳一点，稳一点，稳。他旁边都没有兄弟，那就算了，好吧？放他，放他一条生路，算了算了。我毙了，我毙了，我毙了。主要那个奥应该也在赶过来了。就那就算了。Only cowards fear their fate。我走了。嗯，你走了。红 buff 我配吗？回家了。低下中嘛，大龙啊，这个也拿大龙嘛。我好像有下子有点靠近啊。能来吗？我能走吗？哇，真的跳进。他蓝 buff 不是。炸弹也可以抓了，来来来，抓上弹了。哎，这个有大吗？哇，直接见面就给大呀！没，我没有，我是没看见他。我的，我先打。那个意思了。来来来，推个中，他们下路那个，我只要把爆破打出来，他这个中塔就没了。来了。嗯。趁有人。接我去了。没打。不用打了，我有去。大龙吗？哎，好像也没有什么。看、哎。主要是我没有办法去把那个爆破 A 出来，要有爆破 A 这样子。这边打龙也不快啊，就是我们打，这也毙了就好了。打吧，来了，来一个，啊，上单一会儿先提养，不要后悔。嗯，没事的。先打完，先打完，我没去。打的，那打人吧，那打人吧，先踢，到我来了。杀了。
这不是我的。没事，我可以追，可以追。我把线推过来。我好像有锁链。走，我们了。那我去带上了。哈皮。你下次上单你可以看到人给 TP 的，行，包括还是 P 完，丢了丢了，一分钟少了出来的，死亡之舞还是黑签？十五呗，十五吧。让这版本死亡之舞厉害。你黑签不如出头吧。哎，那我们追一下。来来来，咬住！直接开谁？还能给你我把线带过来。啊！打那个根本没我什么事。我就负责大把线带过来就好了，带得好，好打。我操！我的 fuck！ 发生了什么？我操！他杀了一个。没有。那都是谁？恋童癖。这。猫在西北尾。俺专攻那里毛我，在我一场死了。嗯嗯。黄道夫输出这么高，就硬打这个羊，对面这个羊输出这么高，明明我都没怎么看到过羊。半路互换，互打伤害。哎，我操！我们这，我操！那个挖掘机发生了个什么事儿？刚刚怎么一秒钟，零点一秒钟消失了，大变活人！我操！他个逼要去用 E 钻我，钻我的 E。众所周知，不要再延迟了。找到你跳了。不是这个队会挺猛的，只知道是个弟弟。上面那个队看起来很一般，就上面两个，在下面那个好像下半区都要猛一点。啊，可以，我来看。妈了，又是第一轮就出来了，我们出来最快的。好烦。这又有两个小号。TFT 有个钻石。是的呀，感觉下半区人要猛一点。这一堆白银看起来不猛啊。感觉反正上半区的感觉都不是很厉害，看起来。嗯，对面最高的一个白金的一个钻石的，对，感觉最猛的队就被我们已经狙击了。这个雷克赛战绩好屌，然后这个队还在气急败坏，我操！他
他们这把完全就是 BP 做的，没有人能跟我们三个强势硬找啊，这季。是。主要他的位置，你一级抄了那个眼抄的好，知道他位置在哪，知道他在干嘛，知道他出山之后，我直接去找他去了。是是。然后他在，他上下都有眼，对，都被照已经照干净了，上下那两个眼都被扒干净了。对啊，没那么快。等他们打完吧，我们多，我们二十分钟打完的。是的。我就要等下去看一下那个什么，我要去看一下那个，打完了看一下那个0.5秒消失我的。那个其实挺常见的，就是如果岩雀在地上放E的话，不要去用位移，就在那个E上位移，不然你会把那个E的伤害吃满，吃满就秒了。对啊，会吃满。岩雀的英雄玩不懂。也没有太难，就一个 W 一个 E 放得好的话，岩雀的英雄，我的岩雀我靠，可能 给我双倍的铺石头都杀不了他，都秒不掉，没伤害。哎，休息会儿，我看会儿视频，休息一下。可以，应该没这么快的，应该。嗯。
我操，我打钱能力这么差吗？为什么我比阿黄差？我还比阿黄还少？我阿黄比你他妈还少300-400块钱，我这么拉吗？啊，啥呀？我怎么这么垃圾？我他妈比你多20刀，然后你比我多他妈这么多钱，比我多40块钱，垃圾！我俩这伤害呀，我6800我的，对面金哥是6600，这挖掘机3700我的。这那个赛节奏都打断了，没用了。是。太惨了，这个雷克赛基本上身上被装了 GPS 好吧。确实在，哎呀我操，在哪他妈都知道，太惨。用下面 TFT 打完有钻石出来了，钻石打野呗。我们上面还在激战呢，妈的还不出来。继续看剧。打了多久了？我操，36分钟。还在激战呢，我操，就剩他们一组
哎，来了，看见好了吗？开始了，来，我们看看对手，看一下 ，BTM， 我 RT， 我操，为什么这么对面那个屌他妈那贾克斯和那鳄鱼怎么打起来这么多呀？疯狂打架就这种，我要把贾克斯鳄鱼办，说实话鳄鱼我们拿吧，我还是玩鳄鱼可以吗？34、31确实有点多，哇好待会儿人骂的，啊！大家除了人骂还玩什么？人骂 UD， 努努扎克，把人骂办了吧？人骂吗？人骂单次版本，好像是啊，我感觉有点没必要办。人骂他，他好弱呀。我要把贾克斯办了，啊，我们打 BMT 是吧？对 ，BTM。哦哦哦！天哪，这么多贾克斯，这人不玩贾克斯啊？那妈的，他怎么拿了把贾克斯？他冠军杯没拿呀，冠军杯拿了万豪。因为我看他这边玩了把贾克斯，我操，他妈打钱还贼多，我看他历史记录里面。那是历史记录。看他近期的战绩。哦。历史那一盘，因为他杀27个，27-3。还有2分30秒。他妈杀了27个，我操，什么鬼东西？他上单英雄你应该办不完，办很多。办武器就行了，我们拿鳄鱼。那还快玩万豪。那别的呢？就硬办着他上单嘛。他会玩什么就办什么。我再看看他们，我看看他们其他英雄有没有威胁吧。阿离。他好像玩狗，对面玩狗熊玩的多。有扎克莫根，但不怎么玩。薇恩也可以办一下吗？玩鳄鱼的话，可以。武器狗熊，武器狗熊薇恩。嗯，怎么样？武器狗熊薇恩一手。看一下他薇恩玩的怎么样？感觉1-3。说实话，感觉他们武器不在下路啊。武器点不在下路，他们西不在下路，只是对啊，我觉得他们这个下路我们可以英雄 counter 我这个鳄鱼啊，
一会儿他选个温加个莫甘娜，加个路毒，我不就没用了吗？温不让他起来就好了，那就搬路毒吧，或者搬万豪，直接把他全搬掉。他不就把圣诞全摁死吗？按死。搬路毒吧，搬路毒。人马也没有哦，给他算了吧，感觉人马说实话不厉害，一般。那就怎么说？那就。还是没有成本上半上单，那全部半上单吗？还是说半个露露，然后把剩的半上单？我们上单怕万豪吗？还是说怕狗熊？阿豪，你怕哪个？怕万豪还是怕狗熊？啊？你怕万豪还是怕狗熊？嗯，啥意思？是我要面对他的 gank 还是怎么？你怕哪个？你打打线的话，打你怕万豪还是怕狗熊？看哪个？嗯，打一万豪，万豪好打还是那个狗熊好打？熊稍微好打一点吧，那就搬万豪吧。那就怎么加个喝万豪露露吗？嗯，可以，就这样吧。应该会扮演去，嗯，自己扮了，呵呵，就扮了，那没事了，那就扮了。贾克斯，嗯，Let me at him。啊，万豪是吧？Hey, never pick a fight you can't win. 然后露露是吧？还是维恩？露露吧。维恩他应该不感兴趣。I recommend skipping. 怎么把莫甘娜搬掉？我们先出下路吗？对呀，可以。不先出下路吧，拿一个辅助，拿一个鳄鱼，也可以。太热了。努努，哇，努努打野，那我继续打野去了。那我出，先出辅助是吧？对，辅助鳄鱼，然后是出鳄鱼还是岩雀先呢？鳄鱼吧，鳄鱼，鳄鱼，岩雀后选的。好的，鳄鱼拿吧。我下一手就可以出岩雀了。要被ban，但是其实也可以拿一手死哥了。那第三手第三把应该不会ban你。是的。万一他ban了呢？不好说。我觉得。那我拿卡莎了，拿吧。没下路这把要压着他，你要选个头打威。那要不选个卢锡安吧？女警吧。别，那你还不如选那个呢。女警等一下被选人推到，也是对，推到就推爆了。等一下，对。你那个 E 还是个小直线，但是卡莎好像也不好躲。我拿辅助吗？先拿打野吧。先拿打野 AD 后续，拿吧，岩雀还是死哥？岩雀，那拿岩雀吧。锁了。岩雀我先，爽。我会一直找对面打架就对了。锁吧。那我继续办上单。可以继续办上单。办什么？还剩什么？是吧？他还会玩什么？卡米尔是吧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气没了。那要不半斧，他这个有没有可能是火人中单啊？我忘了，你们看吧。有可能吧，应该。卡米尔。就半上吧。那上半死。卡米尔还有什么猴子？还有个猴子，但猴子吃的好低，感觉没太必要半。
跟他中单玩什么的呀？中单普利，普利没有，有没有必要翻一双？哦，他上单还有英雄吗？有英雄就搬上单，没英雄就搬。要半手狐狸吧？狐狸或者永恩，永恩，永恩也可以。扮哪个？狐狸扮。扮哪个？扮阿狸，扮阿狸。阿狸是吧？叫什么？那就卢仙呗。OK。本来是猴子，哈哈。给他上单了。火男中单，中单火男。要不你挑个中单好，那好打的，我那或者那也可以。不，那我那，那我那，鳄鱼打那也可以。你看，嗯，不用吧？你选，你选。我选啊。来玩一把泰坦。泰坦吗？确定吗？要不石头人？石头人吧。都可以，确定吗？说吧。都可以。都可以，说个开坦的。开坦的话，有什么好？你可以做深渊面具，这里面的深渊面具还可以。深渊面具没有办法先出的，你别被他骗了。那打猴子又没有。这盘你可以深渊面具。他最后出，对，就只有到第四五件才有可能考虑，不要听他的。第二件你可以，你石化妆做出来，如果对面 AP 伤害高的话，可以出一个。深渊面具现在加15%的伤害，给队友加15%啊！人家15，他等一下对线裂了怎么办？理解实话。没事没事，扛呀扛呀，小问题小问题，这都是小问题，没事。看情况。这都是小问题，没事小问题。其实我还在想，如果阿黄鳄鱼，你是不是可以拿男刀了打那个火呢？他带的，我操，他带的虚弱吗？那好像他勾我一米，你去顶，入侵吗？要打吗？要。我们直接走这边嘛，走这边来。他每个过去一点，然后出门啊。一起团不好打，他选择等下推个球过来。要走就应该走下面，后续没伤害的。啊？掉伞了吗？没掉。没掉。啥都没讲。上单，你去上面帮忙站一下。他怎么会玩火了？打中单，现在很少见。两个。六位。能走吗？能走就走。能，两个。哎呀，我不是吧？他选人觉得 E 吗？啊，对。那他裂了。他觉得 E。赚裂了。啊，这个位置没法跑。可以打野，很伤的。
好像没偷我们家 buff 了，我准备放。我就看，我就看，难开，难开，难开。不用，不用看了，快上线。一会儿你掉兵了啊。I Red is sundown. Miss. 掉兵了，你这样没闪现要掉兵更难打。Stick close. 他有没有可能会打我？There are worse things on the prairie than shadows. 落地过来了，压线落地过来了，直接上马，直接跳走，直接闪走。打不了吗？我没打，我没学，没学。我得直接来打他一把。My shadow's getting restless. 他怎么回事啊？我挨他打，他挨你打。没事，这样了。看到我来了。对。你能杀吧？我这跟不上。坏了。怎么不交闪啊？这交闪有没有？好。应该直接进他游戏，应该直接交闪。我这他妈等到最后一下都没那个了。我帮不了，我帮不了。我只等到最下，我帮你推。真的脑，他们小心练的好死。你小心啊。那应该也没关系。他知道我在这里。他没 W 的。啊！你死了，死了，没事。啊，我应该好像我弄清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可以，你去 TP 一波中路支线吧，支线上吧。行行行，好的。没闪了，那个没闪了。别打他呀！你一会上线又亏血线了，哇！没事，我等下那我避回去了。你这样的话，你 TP 不就没意义了吗？都不用帮我挡，直接闪走。把线吃了再上 TP， 就直接吃的。跟闪了，没事了，我没闪呀。那都落后你了。我没看，我交闪，我交闪走了，我跟你说过了。我就怕你帮我挡，死不了的。他过我也交闪。您去来，快来。他不来骚，我努努努油彩。我跟岩雀说，这个没了啊。你交这么少 W， 天哪，我怎么杀死的？他没闪啊 ，Q 一下就行了。我操，你刚才那波没跟他打闪吗？说了他有闪有闪，你那就不是你。我以为你那波把闪已经把他闪打出来了。我去抓上路，他闪现练的也很死，一次线没招；中路也是一次线都没招上。反正又不耽误你刷野林，这样路线也是对的，也影响你刷野路线。上路那个也没闪，他们中上野的闪现都没有。石头人单杀了，兄弟们！有 Q 吗？拿帮下路打优势，然后拿龙王。罗总，罗总。走走，我六级了，让他来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Something rotten in the old west。啊！他妈的！他那个定好像确实比较能定他。包一下，可以包一下。两杯了，
哎，这里能卡到那个火人吗 ？The things I kill deserve what they get。大路上，火人残了，小心点。火人残了吗？赵总。啊。恭喜进步红吧，四侠。打，他打。我去红去了啊！对。猴子听没好。我不太能去了吧？但是火人死。能单杀吗？单杀了吧？单杀了一个。下路小心。可以来。我不去了吧，我不去了，别去了，别去了，别了吧，拿龙就行了。哎，现在你没边线，可以直接打。他这个没闪没大，你的只有红，我有 I need a pose to rough enough trouble。 小心下弄，如果有大感觉我们可能都危险。 Different day, different dust up。因为我在这边啊，你们下路可以打起来了，我到了。可以打来。锤子。锤子。有闪。我操。没眼。你没六，你六厉害。我毙了，毙了，毙了。好。哦，诺诺去上了。看到，还是你激动的吗？我他妈的，我不想回了。那是蓝星，我闪定，来我闪定。蓝先锋，先来看看先锋。先来中，先来中，我闪定。啊，先来先去看看先锋。嗯，我叫我一个走。再去，再打。来了，这波可以打。就这个，就是这个，结束。哦，他妈连助攻都没了，没闪了，猴子毙了的，那我可以拆一塔了。一会儿猴子跟努努不会一起来找我吧？我们没有线可以抓。该抓，那你要抓。还闭了。还归。就我告诉你了，就不要想太多。没事没事。升级升级。我那好像在往靠。还有努努他妈的，对我。看一下这个有没有被努努打。努努没有，努努走了，努努走了，努努走了。这人不太敢接我野区。I was branded by darkness. Didn't take. 你别一会儿又死了。他这有个眼睛。一个近战，人家锤子都会那么卡一个线，你怎么敢去砍一个眼？走走走！我大秒。
努努在下面准备打架。我稳一下，你稳一下，你稳一下。我把上面卡车了。我不要让你吃牛。你去中啊，你去中啊，你去下路，你去中。你中路吃线，中路有线的。哇，对啊。我个 AD 啊！啊，我应该早点过来，不然这个加这个加双方还挺多伤人。我毙了。可以 TP 一下吗？啊，刚才可以 T。主要蓝不多 T 下去不一定。没事没事。我做啥神话？做肉的吗？OK， 我一眼看到了。就这把做不肉的，他们有百分比。你做 AP 吧，要不？做 AP 吗？他没大的，他没大的。对。做 AP， 那我做那个啥了。哎。那我做卢登了。哎呀，这还要交财吗？来，二柱上，二柱上，我要死！拿龙了，拿龙了！我往中路走。快扛吧！哎。我操！追的话小心点，对。这怎么有这个呀？我一直在看下面，好可惜，这波被锤石打断了。不打断的话，这波他们裂了。我再来了，我操！我别给温。石头可以过来一下，可以过来一下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有他，有他，有人有他。开！大温，大温，温。推两个中间，不是无人打，来了，走了走了，猴子来了，猴子有大的，有点亏，我跟石头人都是中间，你要看谁拿了呀？火人跟温恩拿了两个，我是火人的头，都一样的，谁拿的？你是卡比啊，又不是努努拿的。怎么？就感觉你刚才隔墙大都能大得到的，点稳。主要我想看能不能够再多搭一个火男起来，所以稍微憋了一下。这么顶吗？小心一下，小心。好吧，没人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火然把大交了。这里，这里。我二级宝带我打。没事没事，我绕过去不用你打。好，他控交了。我们去四八二上路吧。我的想象。五八上路来。其实我觉得我们推中塔好，会不会好一点？越上好，越上好。喂喂喂！哎，太急了，铁子，太急了，我们那没到呢。那个石头人有伤。哎，小心背钩，小心背钩 ，AD AD AD。哎呀！我拉掉了。那个猴子来了。你还能打？你还能打？有大的，看他来不来？不来了吧，走了吧。六把六把六把，走了吧。准备去上蓝星洞吗？叫你，就是叫一下你看的那个人。没事没事。他选锤子眼，可是算小 counter。
I ain't opposed to roughing up troublemakers. 先锋拿拿。别闪了。别去下，别去下了，就在中拿峡谷了。我这边先抓他一波。嗯。看情况吧。好人有大的，有眼吗？没有。先推中啊！都在干嘛？这里，这里包他一下，包他一下。没把他鞋子打断。蓝先锋，蓝先锋，蓝先锋。蓝先锋，赶紧准备小龙。把那个锤石的鞋子打掉。如果他过来的话，可以把鞋子打掉，就打锤石。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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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再上去，是小龙。啊，二十秒。后面就看火人，有人啊。行，好的。好的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完了，我要被盯上。大来，别大来，别。开始。我们得错了，走，别死，别死。我错了。我病了。拿龙去，拿龙办。When you're damned either way, 你们去，你们去。我要踢，我要踢。别别别，没他别踢。就说他们，那如果来的话，他们来了呀。这不是他们还有幻想吗？精纯幻想。Death don't mean what it used to. 谁都往下去了。我应该可以单杀掉他，他没有，他没有护甲鞋。而且他，我看着他用 W 上线的。I ain't a good man.我看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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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推吧，中路没人了。我要币，我要币，我要币。七百，一千，一千一，一千二。A man's evil 血再少一点，没事，打仔。来，他好像走了。对，刚才你们应该直接放峡谷推中的。我还没闪。能救一下吗？还走。走。妈，后来没死了。然后没没大了，没虚弱。而且我们就拿大了。这个能。啊。好手在上。别急，别急的。哎，完了 AD。呀，我给你的干嘛？直接取消了那下，我的。呀，我他妈 Q 到小兵了，不然那个努努他也死了。我操！啊，我操！他，我没听到他。我都活了，我自己走了。努努好送啊，他妈的没打死他有点气。是的，他一点就一时血皮，然后我 Q 到小兵上去了。操死你的妈！我要过来，锤子也在干，都去了。
那这个英雄长把我他妈恶心。Trouble with the damned is they never stay down。准备拿大龙了。鳄鱼，你拿红吧。不至于，不至于这么卑微。我差六分。不是。可以，大概都不是。差点点，差点点，差点点，差点点。哎，我也好想 Q 啊！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我要回去拿装备，有意义吗？抬住，抬住！算了，我先过来吧。他已经用过了。太慢了，我怎么才用过了？我插了呀！没有没有，他已经用过意义了。不是不踩，已经用过了。我没闪，等一下我闪，不能没踢。我再走过来，别等人，别等。没事没事，让他来。来。哎，你直接封路吧，其实等石头人，你直接封路吧，你去找个位置封路。打了五十辆小龙，快打小龙。不用啊，直接打团就赢了呀，我们又不是打不过。打飞机杀了石头人，这一手石头人，这回头皮发麻，这个还不能啥吗？扛一把！哎呀，我的高地那波 A 呀，我的天哪！妈的，我自己取消了两次平 A， 我操！好久不玩的英雄也有点问题，我主要那波太伤了，那波排眼，然后完了会被他勾。不用那么着急的，又不是有，又没劣势，那委员我一直比较多，就没有压住嘛，也比较多持刀，很难受的他那个位置，没什么关系的。你排那个眼，因为你排那个眼，我根本过不去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那个线压在那儿。我知道，我不该去。对啊，不过还好，兄弟们猛，就没有什么问题。你看上中野。就是大带怎么带中带和俩通天带，我们下路混就混完了。石头人是通天的，他不那不，那还是得兄弟们支援的好。对啊，那还是得岩雀鳄鱼俩通天带啊。那但没有这下路惨淡的战绩2-12，我石头人混得很好了。我操，我化身个辅助，我操，2-12。你看我比这瑞尔都多四个助攻，锤石啊！你看微信，你觉得这个东西它有用吗？锤石它没有那个什么，它一直没，它没死啊，前期。不是啊，它钱就那么多呀。看错，不知道，我也想上个厕所。快，你等一下那个什么。
方案，并不觉得很有用，并不觉得很有用吧？对，并不觉得很有用，观望一下吧。反正不要先买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是智商税。肯定不会先买，不可能的，好吧？然后我妈在问要不要买一瓶，好吧？肯定不要买，先不要买这个东西。胖，别拉了，又出来了，擦擦，完了。好，五分钟。L H M A H。哦。胖怎么今天拉得这么快？有点急。怎么这么难看？操！这个是中单莫甘娜。中单玩法师。上路可以掰个肾。是主按建模的，我按建模的，建模给他摁了吧？可以。建模给他摁。摁个建模。打野是个混子，打野玩什么木木呀、狗熊是个混子，打野我可以把他反烂。好的。那。这个完事呢？那扳手，这扳手莫甘娜吧。好像，但是莫甘娜他还玩杀了芬妮。中单就不要办了嘛，中单，这盘给他出个蓝刀。行。要不就办杀了芬妮，我觉得莫甘娜还好，杀了芬妮太恶心了。可以，那就建模杀了芬妮，上路搬一个。领导。难道操我喊他过来分半。哇，这把对面这么快吗？中单要不要搬沙拉芬妮跟蒙格纳是哪个英雄？不用吧。我其实还不是想很想玩男刀，我这盘我玩你玩死哥，我玩鳄鱼吧。我这两个英雄我都能破他盾啊，那莫甘娜也鳄鱼也是 counter 呀。嗯，好像没有什么英雄怕的。AD 哇，他们家全所有人都是英雄害。不好办什么？叫！他们家所有人都是英雄汉。搬个巴德吧，要不下路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！我操，我看错了。莫甘娜、巴德，你们下路怕不怕泽拉斯啊？也可以办吧。泽拉斯还好，开他就行。他们泽拉斯辅助。是的。我是中单。放还有一分钟。其实死哥的话应该也不用拜莫根呐。哎，算了吧，就建模莫根纳沙拉芬妮三个吧，给他中路拿个什么拉克斯。不办建模。把他的那个女警也办了，把他那个女警办了。那个人主玩建模的呀。给他玩啊。他们家大爹就是那个上单啊，
大爹个鸡巴，他不是爹。谁告诉你人家信了？人家是所有段位里面段位最高的。那行吧，那真主安建模了，你不给他安排了？那就搬个建模下路，辅助搬个八。其实下路要搬，要都搬的。他女警，他女警配那个很厉害的。那搬吧，那就不搬出呢。建模反而是更厉害一点。莫甘娜不搬吧，那就搬掉。建模搬掉下路加建模，搬下路加建模。巴德加。哦，好像也来不也不够，不够班位，那就放你女警吧，要不放女警吧，巴德泽拉斯半掉，巴德泽拉斯半掉，巴德泽拉斯建模，先搬个建模好吧，开始了，那我给你晚点，那我最后一秒选锁。操！提前不给玩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你再搬个什么？泽拉斯还是？泽拉斯吧。泽拉斯，下路。我们你搬，我这来把人选了，你要告诉选什么？那他泽拉斯有可能就选女警了，不是选拉克斯了。那我这方面怕大主播。不搬泽拉斯吗？就搬泽拉斯吧。搬吧。你搬女警，他等下选个 EZ 加泽拉斯。那办吧，对。但是也有可能女警加莫甘娜走一下。加法力法斧，或者是法斧，没有好。那不下路你要怎么说？下路要不拿个软斧，还是拿硬斧？你会玩女警吗？哎，他怎么自带莫甘娜？可以拿。那把女警拿了吧。那帮我拿女警吗？直接帮我拿，对。啊，拿吧，说。他是想把我打野办完。哦，莫甘娜打野是吧？那他们这不是自断一臂吗？这他妈啥 BBP， 我操！我要看，就是这个仓库。哎，其实如果我们拿女警，啊，也没必要，确实。那这样的话，你要玩什么？我拿什么？玩法师，或者玩千珏？你要不要刷你？我倒是可以玩二克。你不要吧，他是 Nico。还是说先出辅助？配蜘蛛。对抗。先，我思考一下。那我拿下。选人刀吧，先等一会儿瑞尔吧，瑞尔吧，先把瑞尔拿吧，拿瑞尔吧，就瑞尔，就瑞尔，拿吧，就瑞尔吧，然后让他们想一下。你打野你要玩什么？你有 AP 打野吗？有啊。剩下一个就是寡妇跟蜘蛛，艾克蜘蛛呀，也行吧。末实在不行，末日也行。那我玩男刀吧，但我最近男刀玩的好像不是很好。末日他们的男刀，末日打他小月要什么？要什么？拿男刀吧。拿男刀吧，拿男刀吧，哎，兄弟，兄弟，就我那个玩的还可以，蓝猫玩的还可以，是打了不少。不要吧，打不来，你打不来，没控制呀。
哎，其实也行吧，他是金克斯，你要是想选兰博也可以吧，金克斯也算看他兰博，对，兰博也算看他金克斯。嗯，默默，默默的话，我可能还真的得选兰博。他们辅助玩什么？辅助没有什么辅助了吧？那就办他们的，办他们的上单呗，什么诺手什么之类的，办他们上单呗。他们上单玩什么？刚才看了，玩什么就办什么。他玩还玩了狗熊和圣。我怎么记得他是玩诺手什么之类的？不玩这些啊，这个人不玩。我看他单刷的战绩啊。嗯。先给他诺手办了。诺手是吧？对，他其他战绩都好烂，零杠四的。诺手诺手。剑魔的血火哥。诺手，其他的真的好像没啥办的，没啥好办。我们上单玩铁男吧，这把可以吗？可以。铁男他们这个阵容没什么用了。那就把他鳄鱼卖了吧，把他鳄鱼卖了，甚至玩鳄鱼。好。卖鳄鱼。Come on, I won't hurt you. I promise. 那办吧，卖鳄鱼就卖鳄鱼吧。感觉他们辅助大概率是露露，克拉芬尼，尼克辅助吗？猫吧，应该。有猫咪的话，他们这个阵容就太垃圾了。哇，时光。没事，他们前期对阵被你们打爆的。你们这英雄要拿打他们要包拿优势的。你要什么，铁男？行。还说你有什么其他的绝活想要玩？那能拿泰坦滑吗？可以滑好吧？可以滑。泰坦太容易被 counter 了。对啊，是的。那就铁男吧。泰坦啊，泰坦不如山羊，山羊好。泰坦最被 counter 的鳄鱼给他办了，你看他们这个阵容，你走不过去，你知道吗？炸弹炸一下金克斯的那个，你走不过去。这个你得拉人进去单挑，帮我们创造团队收益。这个盖伦，前期打架我们只要不打输，我们桌上也前期打架一定不能输，他们这种很劣的，很劣势的。那你非要玩兰博，玩兰博又不好反野。我兰博可以反，带两波。我没有感觉兰博好反野啊。兰博，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新招吧，好吧，那不然玩这个还不如就鳄鱼配那个呢。不过鳄鱼配莫甘娜，你最近有没有练一下？我没练莫甘娜，最近兰博才猛，莫甘娜都一般般的，莫甘娜砍你刀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反正我感觉兰博好垃圾，可能是你玩的垃圾。去你妈的！是因为在外服现在没几个兰博，还是你天天他妈不打游戏？都差不多吧。不行吗？这阵容可以试一下，尝试一下。没，控制没控制，他妈的！哦，有个羊。对了，不是控吗？怎么走？左这边。对。行吧，从中路走，不要从野区走。然后等一下跟他们正面撞上。啊，
你看，你看，反吗？你这个能反吗？发野又慢，好的又慢，蓝波双野还好。而且其实我感觉你带个征服者更好一点啊，在野区打架，带这个没什么用、啊。不然真的，蓝波加强的那一下不就是加强平 A 吗？你放一个吧，就放这里就行了。你先说。金克是中的，他变身的笨蛋，他变身的笨蛋，那没事。你看 Nico 的装备都没出来，是、啊。哦，不对，金克斯的装备没出来，但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是金克斯，对，金克斯装备出来了。F6 你刷的还没木木快呢，不然很像来小心，哎呦！快走啊，快走啊，快走啊！我们来了，走就行了。往我们这走，往我们这走。哎呦！我给盲修那个两级的 W， 他不可能杀，那杀得了。有点牛逼啊，兄弟！可以，可以。那我们在你们下面小心啊！嗯，好的。木木包去拿那个下河蟹的，你们去打。打吗？我一会儿我来，一会儿我来，没事我来，我跟他们打就行。哎、你们打。他在打。他没闪，打到哎。他没闪，打到他就死了。跑了，去哪了？往我们野区跑了。真的假的？去哪儿了？他打柳胶了。Sorry, boys. I keep the fuzzy cats at home. 哎呦，好卡呀！我操。No. 我来不及抱他。Meet the long gun of the law.往中走，你们包，我回去吃我的仙去了。妈的！回来了，下路。木木。
开五级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猴子踢了。我比如说你是。那你还木木刷野也不少呀。你疯了，太乱了。来了。我们家有个兰博的，他没有办法输出。我往中去了。对，太扯了。我跟你一样。没用的，没六级，他来干七八的。没。那。就你不用交技能，你就去顶一个金龙。下塔的人，对下塔，对去下塔。来了，直接走。我有贴，贴了。来塔了。铁男是有六的，铁男是有六的。完了，一个只有闪。对这个，就这个。死了。追不到。没事，我们追这个，我跟兰博追这个，我跟兰博追这个。卡了。我走了。时光没闪的，感觉他们是那样的。中单六级，拿龙吧。不行，我把蓝吃了。这队好像不怎么样。这队好像。能把他一手掰完了。为什么今天没有到一个？今天没碰到一个队伍有脑子的人在 BP 指挥的。今天他们所有的人 BP 都不好，选的阵容都很弱，应该他们的 trigger 全都给办给那给办了，所以再来瞬间吃了吃。包括第一把他们的选的阵容都很弱，太弱了。好的，没事，得考虑一下前期的呀。换场，我要赶过来，没干了，没事。没事，他死不掉。走了。木木的，小心。他们死完了。Double kill。啊，我没蓝。这个木木舍身取义，非要救这个妮蔻。是的。那他们凉了呀。是。木木干个红吗？当然跳过去了，我卡他都会被夹住。我的妈！他那个优先级增长过。对啊。现在。本来就很高，然后还增强了。而且他立马会直接掉出来。我没怎么亏，没亏钱。买木刃吧。我往前顶一下，进那个草。对，然后进那个草，草下也没有眼睛，站在那，就站在那。对，把眼排了。Right.哎，对面哦，不是乐言，是拉言，我还以为对面今天妮蔻叫乐言。过来，妮蔻过来，不要出来，就站着，别出来，他不敢上来。那个猴子跟妮蔻没大的。我去压他，往前对我压他，别出来，就站着你，别让他跳你。他这个了吧，这个了吧。后面尝试一下妮蔻 gank 吧。快推啊这个。嗯，对不起，推了。这还掉了个闪。木木当着我面回去。在你们不敢追的，在你还追不敢追，因为你脚开了，他立马就死了。对，我就想那个，我觉得我失误。你把这个补了，我会的，动不动进不到我。
紫光没了。真不是好吧。哎，其实应该把蓝刀打野给你，给你打野，然后我去玩安妮。但安妮好像也太弱了。我最近蓝刀打野玩的还行。因为他们被压得太惨，没伤害的，所以不怕。我刚刚没出二十。你出那个，你出那个，我没踢，叫什么来着？可水战斧有伤害吗？有啊。去做点，没事。伤害很低啊。掉啊，打野是掉。那我来，我来。对。Wanna see a hat trick？ 我都去了。没超过吗？我说实话，他们三个人都不配杀死我，我只要想走，我开个大直接就可以走。直接放中吧，给他抽中呗。有豆吗？来，来中。现在把金蛋放过来。时光没了。哎，帮给帮帮帮，帮呀帮帮来来来。完了，我应该不会被打死吧？还好我没有吹牛逼，三个人还没打死。牛逼没吹过，我水银鞋，他们三个 AP 来抓我，我一个水银鞋。他们小龙吧，这台追不掉了，十一比零，我没回家，我两千三百块钱，我两千三，我两千三，我没回过家，点不掉了，直接打，但是好卡，有点丢包，谁打谁打，我二十两大招杀了。杀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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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不了。没了没了。回来拿个零杠五的，我们掉了好多次。嘿。OK， 我打哦，好久没有踢了，我没蓝了，给个血，给个血，没闪，没伤害了，我他妈两条腿，Don't be caught flat-footed. 9. 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啊，我还差点钱。六杠零。你说打钻石？那个大刀下去，真克斯就蒸发了，踩一下。现在不至于，十一级以后可能有可能吧。因为我没感觉兰博好像很屌这样，没感觉到。跟史哥比又差一点，跟比爆发跟还是挺那个，他唯一的可能就是大招可能烧一下这种没位移的厉害一点，但是前期我主要是看不起这件装备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不起这个暗夜收割者了，暗夜这个暗夜收割者感觉好垃圾啊。那你说蜘蛛为什么要出啊？哎，这个是大招去了，就把眼光。没事，那我把大吃。哇操，妈的！我活不着了，我丢！一千。哎，你这样死了，你死了。你应该先 Q 后 W 啊。嗯，是的。
黄 ，Thank you 后 W 就杀了他了。是的，没事，有点蠢。猴子是不是拿了一个千块奖励枪三？枪三。来来砍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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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主要是 Nico 变身，我没有 Nico 变成木木，我一开始以为木木在这里，他妈的！你去找一下猴子，把他打断一下吧。马上来了，慢。哦，等会踢下，啊，白出，那没事。你直接去中，你直接。他在原地回城，他没有绕。真是我的，你妈！看一下。我不出 CD 闲了，我四十秒大招又好了。我还没出 CD 闲，我猜死了。而且。你这个英雄，你跟蜘蛛比根本就不合适。蜘蛛的技能有爆发，有控制，你他妈有吗？我点数呀，而且大招这么远，他没一把。我没懒得走。没有沙漏呀。那是。我大概有两个。三秒钟。好的。其实我感觉你要不要试一下用峡谷制造者，然后带征服者兰博，就在野区跟人红温对 A。哎，是吗？真的，我以前我还出纳什斯亚呢。永春流，对永春流。我觉得那样的坑话，我可能觉得厉害一点。没有。死了！你直接出这种，我觉得挺垃圾的。我直接把他妈一个半血链接直接秒了，还垃圾啊！我操，一个大招直接烫没了。那可能是我错的。主要是你装备好了，人家没装备又没用。别去了。兰博这本来命满就很高，而且刷又，而且这个英雄在打刷野上好像也没有什么优势。有吧，不过反正比较少，至少打野的。玩国外的。他们对面都没有个正常人在给他们 DP 的，选的都是一些不正常的。好好。我的妈呀！我呀！我下提前，我操！提前下班，提前下班，提前下班。舒服，可以。打的好呀，兄弟们。舒服了。这把舒服。躺床上看剧去了。可以，兄弟们猛烈哦！可以。这个皮肤要不要把它开？这个是发捞的好是吧？妈的，我把它皮肤开掉。这样看好像可以，比这个相片好看一点。好，拜拜拜拜。好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改下次见，兄弟们么么哒，拜拜拜拜。See you.